俊弹吉他。我是叶宇俊，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八度音的弹奏以及实际上的应用。八度音所指的是相同一音的高八度或低八度，同时弹奏两个音程时，因为会产生共鸣感，所以使八度音进行的旋律音色比单只有单音旋律的弹奏更为丰富，所以常常应用在想要使单音旋律更饱满的情况下。这边我以 G note 为例，分别将指板上6、5、4弦为根音以及其相对的5度音标示出来，接着我以不同的颜色分别将八度音圈出来，可以发现八度音在吉他指板上的手势只有两种。当以食指按在6及5弦的根音上时，可以无名指或小指按压第4或第3弦上相对于根音的第3格；而当以食指按在4及3弦的根音上时，以小指按压第3或第1弦上相对于根音的第4格。刚刚提到的手势，大家可以对照照片中我所示范的手型，照片由左至右分别为根音在6、5、4、3弦上的八度音手势。另外要注意的是，这边我做出闷音的动作。八度音闷音的技巧在于食指指尖原则上我都会顶住上一弦的下缘，以及用食指的侧面轻触其他弦做闷音。当食指按压的根音位在5及4弦上时，可以用中指来闷住根音之上的低音弦。这些动作比较精细，要可以干净的弹出八度音并闷住杂音，需要多加的练习。现在我们来听听单音和八度音的差别。首先我以单音弹奏，接着我会以八度音来弹奏一段相同的旋律。我以红遍港台21人口的小苹果示范。可以听出八度音在声音的质量和重量感上一定会大于单音，所以在许多大师经典的歌曲都有这个手法的应用，像是应用八度音的开山始祖之一的 Wes Montgomery。Eric Johnson。超级玛丽。最后一样，我提供两个乐句给大家一起练习。第一个乐句是一个以八度音破音刷弦的句子，这类的句子在换汤不换药的 Linkin Park 乐团的编曲中一直出现，有点烦。第二个是 Smooth Jazz 的风格，通常这一类的吉他编曲也可以听到许多八度音的演奏。不同度数的和声更可以延伸出和弦，我们日后再研究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到我的专业叶宇俊吉他工作室留言讨论。我们下次见哦。